在汽车物流行业中，时效、安全、服务是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想要抢占先机，将效率再次提升，企业需要进一步的助力。国内领先的运输协同管理平台 OTMS 提供开放互联的物流云平台，通过运输全链条的数据共享，将繁杂的物流流程变得简单、易操作、可视化及整体管控。其中，华通物流整车运输的成功实践，有效地印证 OTMS 在整车物流领域的应用。华通物流自创立以来，一直秉承着诚信、专业、高效、创新的服务理念。随着业务的高速发展，我们意识到传统的业务模式已无法更好地服务于客户。传统的汽车物流业务模式依靠电话、邮件、表单等手工形式统计信息、调度配车、司机执行、结算，物流相关的 IT 系统众多，却彼此割裂，信息无法实时共享。业务需求的个性化又需要提升运输的准时度和准确性，各方数据难以捕捉，因此对物流规范和考核 KPI 方面也拥有一定难度。物流管理信息化的升级迫在眉睫，经过多方调研，我们最终选择了 OTMS 运输管理系统。 OTMS 汽车行业运输解决方案， PC 端加移动 APP 模式，连接主机厂、物流服务商、司机、 4S 店等运输链条上的各方，仓库调度人员通过 OTMS 系统下达调度指令后，司机端 APP 卡卡将实时收到订单信息，双方在 OTMS 系统上确认数量，车辆完好后开始运输执行任务。 OTMS 还实现了可视化管理，可以通过网页或移动端 APP 随时查看车辆位置、订单状态，及时掌握运输过程中的异常。现在我们在手机端、电脑端也能随时掌握车辆实时位置，即使在婚礼用车、车展用车这种紧急情况下也能游刃有余。与 OTMS 合作后，华通物流实现了运输过程的可视化，流程变得清晰且透明，为主机厂及终端 4S 店提供了优质的物流服务，提升了客户满意度，同时提升了企业内部管理上的有序化。未来我们将继续期待与 OTMS 的进一步密切合作。汽车物流行业的未来，关键看谁抢占先机。传统物流管理解决方案已不能满足现今需求，解决方案升级显得尤为重要。 OTMS 已经在汽车物流行业积攒了很多经验，获得了众多客户的认可，而这些经验也得到了成功的复制。争分夺秒，寄望未来。 OTMS 汽车物流行业解决方案，与您一同随时间前进。